继续啊。什么呀？继续刚才的事儿吗？别闹。哎，你先别收拾了，我会叫阿姨来收的。嗯，这不是到了别人家里，装也得装勤快点吗？你和你小婶的感情真好。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在他和我妈眼中，我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投资人。所以说啊，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身边的。那你想成为我的身边人吗？这样吧。就这样是那样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确定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啊？不用啦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你赶紧去公司吧。关心你，你还嫌我啰嗦？看完病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，我来接你。知道啦，徐老板。你躲什么呀？我只是想给你开门，想太多了。谁躲了呀？哎，再见都不跟我说。
江湖啊，江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去藤院找你，正好看到你的车开出来。你下次要用车直接跟我说，不要麻烦别人啊。好，找我有事？哎，也没什么事。要不换个地方聊聊。你怎么不喝啊？你今天没有系领带，怕什么？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去医院干嘛？你病好了就行了，其他的对我来说不重要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高玉就陪着我。他那会儿天天辅导我功课，特别严，一点水都不放，气得我经常把我家仙人掌放鞋柜上，因为他就喜欢撑着那个柜子换鞋。难怪你喜欢仙人掌科的植物。但是一直陪着我的也是他。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，我爸那会儿工作忙没空管我，在他来我们家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挺孤单的。但是他来了之后，我就有了个伴儿。从我8岁到18岁，每次我一有点什么事儿，第一个出现的一定是他，比我爸都早。他能搞定我的所有事情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他生命的那个唯一，跟你说个好玩的事情吧。向朝阳以前也喜欢高一。原来你俩是情敌啊，难怪你们这么不对。哎，现在想起来，以前真是傻。哎，你是更喜欢小时候，还是更喜欢长大？我喜欢现在，此时此刻。大哥，大哥您好。什么大哥？大哥还有看茅房的呀，叫大爷。大爷，那个我这手机没电了，您这有插座吗？能不能让我充个电？真不凑巧，俺这了吧，男厕所有，女厕所没有。你上厕所可以啊，这套我不管，你自己捣鼓去吧。小妹，你这干嘛？我在等那个手机。哦，那个豆豆箱那个手机那捏的呀？哦，对对对，大爷，你能帮我拿出来吗？
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个冬天还真好巧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喂，我手机刚才没电了。我马上到了，把具体位置发我。啊，好好，哎，现在现在。这就是你对男朋友的态度啊，电话也不接，地点也不报备，一声不响跑出城，你觉得你应不应该？那我不小心睡着了嘛，手机也没电了。徐总好凶啊。那我态度也可以好一点。哎呀，你别闹，别闹，赶时间呢。你赶什么时间？我看着呢。大爷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您啊。哎，走吧，再见，拜拜拜拜，走了。喂。还没睡啊？没呢。我就知道是因为明天的活动吧。嗯，我希望赢，但是更害怕输。失败不一定是坏事，至少可以积累到宝贵的经验。只要信心还在，就一定有翻身的机会。你做投资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赔过吗？我又不是神，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。有输有赢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，有多少人最后可以大获全胜呢？大获全胜的标准是20倍以上的收益，只有1%的投资能拿到。你是太想做这1%了吧？所以才会这么紧张。难道你不想我做这1%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是神，我可以接受失败。我爸是神，但是他也失败。小蝴蝶，无论输赢如何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早点睡吧，晚安。等一下，非得喝点酒才能好好跟我谈恋爱。
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嗯。Stay with me， 总是情不自禁。你就是 I love you 我心动的原因。想得到你注意，脑海里都是你。再拉近些距离，耳机分着给你。想和你去经历我们专属的剧情，陪着你逆着风飞行。我不会再迟疑，也不用再做决定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Stay with me。